这些娃娃机哦，首先我还是要感谢各界哈的好朋友，在知道学校有做娃娃机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热心的捐赠了给我们许多的物品、文具呀、或者是一些小礼物，让学校其实在自筹经费买了娃娃机之后，我们也不用担心后续的这些奖品的来源。那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主要说的用意我们都还是要鼓励孩子来做学习，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比较缺乏读书的意愿或者是动力，那经由娃娃机这样的一个鼓励，我们成功的引导了孩子来做不管是在英语上面的学习或者是生活上面的服务，他们都非常的热衷。我们学校极力的在推展品德教育，我们鼓励孩子在生活中帮助其他的同学，那经由好人好事的行为或是志愿服务的行为，他们也可以得到奖励的点数，也可以夹娃娃机。透过夹娃娃机这样的一个措施，让万里国小的孩子有了不同的学习风貌。好了，